反过反，哪边都可以，哪边都可以。其实刚刚是清理哪一边呢？哪一边可以，没问题的。怕等一下碰到那个命，那个油墨又把它压到了。刚才不是有个命压到油墨的吗？是一个，是这一边的压到的。我这瓶体不一样，它肯定多少会有点差异嘛，不可能百分之百一样嘛。我这瓶体不一样，压重点嘛，把它调调，让那个调重点。是一模一样的了，它肯定会有差异的了。啊，这个就可以了，这边就可以，这边可以。意思它做。